能力。是，嗯。好，比赛开始，这边呢是上海队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。现在又是弗雷戴特的出手，第二次三分有了。对啊，那么一个横掩护加上一个这个，你说这个 flare pick，这个的确是比较难办。一脚，又是弗雷戴特转换进攻。啊，这篮下空间太大了。哇、哦，漂亮！这，哇、哦，劳森，好球，漂亮。那包括他的脚底下这个刺步，就是做的是非常好。对，这样的话，他可以有三种选择。叶宇航突进来，好球，两分打进，还有加罚。第一节还有最后的一分钟，外线，哎，三加一，王汝恒，可能觉得这个感觉不错，直接出了，人的防守。哦，掩护换人出来，球传的不错。现在这个后场，感觉这攻击力啊，可能不是特别足。篮板球被明奈拉斯捅给了弗雷戴特。好球！篮板球下来，上海队一传速度很快，给到前场。好球！今天山东队让上海队这种追着打的情况非常多，哎，过来之后电宇航，蔡亮这是纯快攻，哎，刚才，哇，弗雷戴特三分有了，防起来比较难。电宇航外线的三分球出手漂亮，哎，尼拉斯这球很聪明，一看前面是劳森啊，坚决起。火，哎，弗雷戴特这一点要是飙起来，那没法弄啊。对对，给篮下，好球！场上老有球迷说：“哎，你们是谁手机响？”其实这是现场音乐。好球！对，还是同样的配合，但结束起来，哎、转换进攻，电宇航，好球，二加一。这一次形成了高位的挡拆，电宇航，好球。本场比赛命中的个人第二记三分球，两边的球星开始飙分了。弗雷戴特，呼，啊、漂亮！这又，哎，对，确实啊，这个胜利是久违了、嗯，而且呢，像今天打得这么好的胜利，确实很能够提升自己球队的士气。对，弗雷戴特，这也不好。嗯、啊，让到最后就随便耍，啊，山东就是输的，就是很没有。最后的一秒钟，好，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呢，上海队在主场是128-111。Step on the land.